真真高雄影展累出病，头晕呕吐送急诊。每一个朋友都对我非常照顾，非常爱护，满满的爱。所以现在大家更关心真真姐。上周四，真真在高雄举办经典影展，不止忙自己活动，还亲自张罗行友行程，接驳车和机位都是她一手安排。昨天早上还有来自新马粉丝为他提前暖寿，等就是太奔波，让真真累出病来了。今天凌晨两点多，他开始呕吐、头昏脑胀，最后实在受不了了，请助理叫救护车送急诊。经过医生初步检查，血小板和红血素都正常，目前已出院回饭店休息，但进一步病因还要详细检查才清楚。娱乐动新闻，真真姐要保重哦。报道。